屏东县内埔国小为到来庆祝两甲子，特别办的全艺创客特展，有请教友、欣赏同沙琪艺术家来办书法联展，六个老祖强三代的艺术家作品，地图记录的六对客家的生活，本行较多声音的做着秋圈来欣赏艺术作品，了解客家文化。尼埔国小系全台湾少见的汉语特色学校，因为学校在120年前入系创立讲堂，更加本土建构两甲子。学校在内地发通当中，入发表为欣赏同学生的创作的客语歌曲，同民众分享历年来替客家音乐教学的成果。除了音乐发表以外，还邀请了六个罗仲强三代的艺术家展出以客家为主题的作品。我们邀请我们地辈客家地辈老师，特别教友，还有沙琴影师，对用画图的方式，还有书法展示，展示的内容啊，就是对我们家乡的认识，特别喜欢。参展的核心艺术家包括版画的陈国展同王志凡，请荷兰的书法中锋两个水墨展示他们的教材同总经验的水彩，其中作品含有作顿南山的乌鸟兽同记录顿尼埔国小日前成功拓展的国民外交。三月份的时间，我们受到客家 VNV 的推荐，我们去到比利时做我们客家文化展演活动。学校希望透过展出，本小朋友认识尼埔国小，认识自家的乡土，对当中了解到客家文化艺术的表现方式，也对不同的国土来了解客家文化。客家新闻潘胜旺频道报道。